今天的活动比赛是超级标性器对战，比赛模式是真格区域，仅限使用副武器为标性器的武器。标性器的伤害提升，但是墨汁的消耗量也变超多，因此必须谨慎使用。到处都是标性器，可以当成狙击枪秒杀对手。落后也不要放弃，只要善用高低差涂墨，和队友合作控制区域，即使大幅落后51分，仍然有机会逆转战局。在成功占领地域后，可以用标性器限制对手活动空间，就能完胜对手。前5次获胜可以积点，获得5点可以免费扭一次扭蛋。今天的晚上6点以及明天凌晨2点，还有另外2场比赛，大家一起来挑战看看。